我们就跟大家说再会，对，明天见。这首歌是阿令的歌，《幸福的人后呢是你们》。好，我叫你给大家祝福幸福，然后呢？不对吧？我刚讲到这，想说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算了算了，有些事情就这样，做了就不要回头。这夜难眠，是谁骗了我泪？愤怒和坚韧，是因为忐忑，你不能理所当然了你的资格。我需要更多安全感，才能平和。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，却碰不到你的灵魂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，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，只在深夜里快乐。幸福了然后呢，爱情有什么再确认？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？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？
给大家，然后谢谢大家停下来听我们唱了一整场的接唱，耶、yeah, oh, ！谢谢中途停下来的朋友，不管怎么样呢，都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星期六晚上。对对，那明天呢，有机会呢，就可以在下午来这边，也是一样的地方一起相见。对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声音的话，可以帮我那个追踪一下我的 IG。没有，你要说你就给我扫。你要强制一点。听我的那个。没有，你不要说听我的，你们给我去听这样。对，我看一次，对 5678 Go。我不是五人类。不是，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很认真、很强烈的去讲，他们才会觉得你有这个需求，你迫切的希望、渴望说。不能请，给我听。好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小玉的新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。